餐厅的便所，伫个车顶，还是伫个休息室，迄条已经足过分啊！今日你竟然给这个查甫人安尼枪棒打好，王亚芳，你听好清楚，在人去加班的时阵，是去我的眠床顶跟我加班的。姐姐，我做修炼。我妈阿哥亚芳全全搁伫个楼顶，今麦无适合啊。你跟他要紧，那我们够里外感受啊。那呢？你敢能够里外感受？哎呦，这是刚无看到你，都想念呢。今麦真正袂用的，拜托你。我想你嘛，无我想的这么爱我嘛。莫妮卡，我对你是安怎的心理，你敢唔知影？是安怎要为难我？今麦真正无适合，这是阮家楼卡呢。那呢，咱就莫阁痛苦啊！我陪你去，甲恁家人同齐庆祝啊！我若一想到你阁伫喺王亚芳的身躯边哦，我就足无爽快。好好好，真少你阿哩无烦，我陪你，不过免伤久。我知啊，你有外想啊。你讲在楼卡，你哪会无看人？嗯？哎，敢不是莫妮卡的车？头白日啊，唔惊歹势。敢毋是我目睭叶肿，看唔到去？那有可能我家己的后生，我会认唔到的？袂用的，大弟若是只因两个做伙。我若冤冤公公去拆破因两个，那莫妮卡若一个无欢喜，我是不是去影响到正南的前途？哎，这披萨，阿哥，谢谢，坐下。等，我的手机啊！啊，定位。你要创啥？我想要去关亚皮，怎么红了呀？拜托啊，红哥，红哥来，激死啊啦！来，红哥。想讲咱伫咧遮，应该是无人知影咱伫咧遮，可能是弄唔定嘛。我去看者。哎呀，莫怪伊啦，咱的节目即阵要开始，我不准你叫了来。正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毛大好不好？面包给你吹来啊！你怕什么样呐？当了明星呢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就用坚持。我跟你无关系。要唔讲我想要去开门嘞？你卖搞我害好不好？什么叫做跟你害啊？
我本来就无介黄一瑶的感觉，伊来拄啊好啊，咱三个人做一个话讲个清楚。谢啦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是要来找我的阿婶张振南，我拄则有看到伊带你来这房间，你莫想要骗我。你到底偷偷跟踪我，跟踪偌久啊？我看你这么辛苦，我拢忍不住要同情你安尼。真正我看过像你这么未见笑的查甫人，手人的红腮，搁好意思这么红声？我只是讲出事实，我咧甲你吹啊。要唔过我无保证，你人吹到了后，是不是愿意对你走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若是唔相信，你甲你吹。我甲你讲哦，这地叫做送分题，房间真细，你甲你吹。啊！我给你提示。就袂见笑，你着唔惊我告你？我有啥物好惊啊？你这个软仔，惊东惊西，你无迄个胆去反伊告我，你着试看卖，我敢是唔敢？你卖提起啦！你若是真正去告我，头一个毁掉的是正人的前途，还佫有伊扬名国际的机会；第二个毁掉的是你的后生全权，看家己的爸爸妈妈变面变做玩笑人。我唔知有法度面对伊这个打击无？你安尼伤害别人的家，你的良心拢袂不安？郑楠若是爱你，伊就袂跟我作伙啊！我提醒你，趁早对郑楠放手，若无你干那让郑楠跟伊妈妈愈来愈怨恨你。恁是凭啥物怨恨我？郑楠反背阮的婚姻，反背阮的家庭，做唔着代志的人是伊。真好，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。来，伊也伫遮，甲门弄开。叶芳，唔好啦，妈。什么代志？你卖着急，豆豆讲啊！啊，全全都唔知影安怎转来，关你房间内底拢歪讲话，啊，唔歪食物件，我甲发古包拢歪搞我用，啊，真正唔知道到底是安怎，你去转来看卖啦。我不是甲你讲过，你嘛袂来，我嘛房间直直过命。洗身躯有啥物好大惊小怪？对嘛哈，我讲话。我见过你，你若想要待较久，就较乖。我都已经大起来啊，我当然想要跟你做伙啊。唔管啦，我要跟你同齐洗身躯啦。来，等我脱开。好啊，卖闹啊。好啊，你若是袂跟我洗啊，我就坐一只等，等你身躯洗好，咱再来做床上活动。你想看卖，倒一种状况，才会去吵到恁妈？你实在是。好啊。什么拢莫讲 ，just do it。
亚芳，你哪回来？小春，你真叫我告别更想。我亲家才拄离开尔，你后脚就带这查某人回来。亚芳，你较冷静咧。我跟莫妮卡什么拢无做，是好莱坞那边想要修改剧本，啊，莫妮卡来找我讨论的。这种讲白菜借口，连全全都无法度骗过。你这么讲出来，你袂感觉你自己足见笑的吗？静静，伫个外口乌白来，靠一下顾路。什么餐厅的便所，伫个车顶，还是伫个休息室，迄条已经足过分啊！今日去见好这查甫人，安尼一网打好，真正伤过气我了。亚芳，你听我讲。其实你看着嘛真好啊，安尼你才知影正男对象靠激情啊。你这贱女人，你无资格讲话，你讲啥贱女人啊？你手人的红色青芒大号，讲唔知影见笑。我讲的就是你。好啊，莫妮卡，你先别讲话，我来处理好。亚芳，我知我做真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不过今仔日是一个意外。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，让你安尼对待我？你还当这么自私？其实我感觉全全知影嘛，拄拄啊好尔，让伊较早知影事实嘞，让伊知影伊的爸爸并无爱伊的妈妈。伊爱是莫妮卡阿姨。搁再讲啊，即摆囡仔嘛拢真早熟啊。你给我跳开！你给我跳开！你除了阿美人，你搁阿啥？你根本都无才调，你干阿美人尔，而且你用全全威胁正男。我跳开囡仔，我跳开家己，我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我笑，正男是我，你是凭什么跟我抢啊？正男。你甲讲，你加班的时阵是去倒位加班的？莫妮卡，你要不要去亚芳？你唔敢讲是，难得我替你讲，王亚芳，你听好清楚，正男去加班的时阵是去我的名声顶